这边呢用串接的，因为我开头是要09，那09上面没有的话，你可以要自己打上去，等于09，自己打。那前后呢，记得要加这个双引号。那 and 加一个 and 符号 ，and 什么呢 ？and 这个，所以你点一下电信业者，好啊，0911，好，那你打勾的话，它会出现0911了，好，然后后面的话再 and， 再一个什么呢？减的符号，所以减的符号的话呢，就是双引号再一个减啊，特别注意哦，这个规则哦，如果你只要是串一个东西呢，前后要加那个就是双引号，哎，有没有0911一个减啊？再把这个放上，不过这个地方呢，因为84前面要补几个零，补一个零嘛。不过你不能说你打一个，因为每一次下面的状况不一样，所以你讲 and 重复的话呢是 REPT， 好，那你可以自己打，或者从前面这边插入函数也可以啊，前刮弧。那重复他问你说重复什么？重复零，所以你就是双引号放一个零，逗点，重复几次呢？是根据什么？根据它里面几个字，用3去减，3减掉里面有几个字呢 ？len， 有没有刚刚才用过前刮弧？好，然后呢，把什么呢？把这个告诉他说，哦，你帮我算一下里面有几个字，他回来就是两个字，所以3减掉2，那就一个字，意思就是补一个零在后面。啊，后刮弧记得哦，如果前面有前刮弧，后面就要有后刮弧哦，这个应该没问题吧？哦，没问题。真的吗？哦，太好了。蛮开心的哈，打勾零有没有？然后后面的话再串一个什么 and 它的区码有没有 ？G4 再补上084就出来了。那后面007的话，因为你会发现跟084很像，对不对？其实你可以拿 F4 后面这一串复制贴到后面去，把 G4 改 H4 就 OK 了。应该知道逻辑吧？因为你会发现哦，这里面哦蛮多地方是一样的哦 ，Ctrl+C 复制嘛哈。Ctrl+V 就贴上，或者右键复制贴上也可以。那把这个 G4 改成 H4， 把这个 G4 改 H4， 按这个打勾。哦，不过特别注意哦，这个一个错误都不行哦，一定要100分哦，哦不能说99分，错一个地方少一个刮弧都不行哦。哦 ，OK， 来打个勾试一下。哎，007，那底下怎么做呢？非常简单，这边有个空点有没有？快点两下。就完成了，管他现在后面几万笔资料，就可以在瞬间一次就。